今天老板跟我说，要2天之内出一次英国的视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一分钟，上班就走人，上班就走人。哎呦，好的，各位老板，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话不多说，开诊。来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打印出来的高质量头，现在我们就要给它上点颜色和皮肤了，期待一下吧。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打印出来的高质量头，现在我们给它装上一个身体，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。效果好像还不错哟，看起来会动的。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